他那手啊，是真好，是真真的好。各位老板，哎呦，邵老板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姐夫，有帖子没有啊？你就来了，啊？待会儿可没你位置啊。我是给商老板当跟包来的。姐夫，你对商老板的好，分我那么一小指头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瞧，商老板跟那几个老板聊得热乎呢，都没空理你。四姓老板到。哟，这么多人呢，当红顶梁的角儿全都到了，真少见呢。这人谁呀？那么让人讨厌。他呀，云溪班的四小儿，大活宝一个。各位老板，最近园子票房挺好的，梨园魁首大选都参不参加呀？嘿，商老板，您这王府戏楼真气派啊，几时邀我们去搭戏啊？嘿，那是求之不得了。呀，这不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商老板吗？都说您模样好，气质好，没想到下了台这么朴素，今儿个往这人堆里一扎，您猜怎么着，愣是一点没瞧见你。我这不是该死吗？那腔啊还是不好，不能用卖花生。等我回去啊，跟杜七好好商量商量，您诸位甭着急啊。哎，好嘞好嘞。商老板，您别不搭理我呀。哟，也是，商老板如今傍上了曹司令的小舅子，还认了南京的大官做干爹，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嘿，我们给他勤勤伺候着点，人商老板连江老爷子都不放在眼里，我们这些小人物就更排不上号了。哪句话说的不中听啊？当心带兵抄了你们戏班子。真有病吧。哎，姐夫姐夫，妻子之间的事儿您就别掺和了，越帮越乱。各位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